啊，咁其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係比亞迪啦。咁其實比亞迪方面啦，當然你話知啊，之前嚟講出一啲叫啊中期業績啦，咁其實令到大家啲失望。咁但係都係睇翻啦，因為其實中期業績裏邊啦，因為其實係一啲叫轉換咗一啲叫新嘅一個啊電池嘅一個啊供應啦，咁所以令到就係一啲叫啊業。一啲叫舊嘅一啲產品都需要做個折舊，咁所以影響咗即係中期方面嘅一個數字上嘅表現。咁但係睇翻內地方面，其實都幾多嘅即係好正面嘅消息㗎。咁你好多唔同嘅板塊其實都有即係政策去到做呢、這個呢、這個調控啦。咁但係其實新能源啦，咁其實啱啱都有啦，就係、是、內地方面商務部咁其實都即係支持新能源汽車加快發展同埋呢個即係深入去到即係做呢、這個即係汽車家電下鄉啲活動。咁再加上其實比亞迪其實就現時即係刀片電池。大家係等緊幾時有第三方呢個銷售啦，咁所以我翻覺得就可以其實今日低位就落到去460几，咁其實比較低添㗎，咁所以我覺得你246附近呢啲位置啦，至250蚊呢位置可以去到呢個收集嘅，咁若果短期目標，我覺得可以睇翻288啦，咁290蚊之前，咁呢啲水平其實今年啊，我哋見到八月份都試過295，咁所以呢啲位置可以先定翻目標，咁下方咧就235蚊做一个指示的水平。